到本土疫情，本家今仔又搁增加16例，准备本土病例创下即有疫情以来即一天本土病例的新闻。来看到即大哥因为疫情，有哪来大落两天的期待球水被洗掉的新台币。来看到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冲突愈来愈厉害，双方互相有攻势发攻击。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五月十日公司暗时新闻》，我是柯阿文。先开始来关心的拢是这疫情相关的消息。先来看到，就是疫情在国家，蔡英文总统今天有呾发表，但为呼吁爱团结，防疫守护台湾。啊，防疫物资甲医疗系统拢有够，疫苗有呾协助到位，呼吁大家唔通惊惊，做回来躲过挑战，有呾提醒民众唔通转发一挂假消息。国内本土确诊病例增加，民进党主席总统蔡英文伫中常会亲自针对疫情上新的变化发表谈话，希望大家团结防疫守台湾。政府会协调相关部会甲地方政府共同强化防疫措施。目前防疫的物资甲医疗系统拢有够，大家唔免担心。目前呢，防疫物资跟医疗的系统都是充足的，请大家放心，疫苗也会陆续到位。但请国人同胞不要恐慌，我们一起用最严谨的态度、最大的警觉，配合指挥中心的指引来防疫。民进党中常会黄建业特别主席随后拢挂手笼，中常会坐门会座，蔡总统也提醒大家要提高警觉，尤其这段期间有一寡来路不明的假消息，一定要查证，唔通随便转发。请大家收到有疑虑的信息的时候，请快查证，不要轻易的转发。我也会请指挥中心加强正确信息的宣导，请大家务必提高警觉。相信在大家通力合作之下，我们能再次度过这一波疫情的挑战。另外，民进党原本在台北启动的第一场国情说明会，怎么暂停？也希望所谓党工作要减少，或者是卖去糟蹋，以防疫优先。国民党在12日决定暂停各项公投的宣讲甲集会，也要求所谓党工作全力配合，并且支持疫情指挥中心的防疫规范，大家最近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咱一路一路来看，今仔日发生的这本土疫情，第宜兰这部分，今仔又搁增加三例确诊，有一个确诊的是国小二年的查埔学生，伊迄班即马准啊停课，爱居家隔离14天。宜兰县政府呐宣布加强稽查八大行业的稽查，那也再无落实起来，变作这相关的规定，相当的要求爱暂停营业。卫生单位将对教室每一个所在加强消毒。为了宜兰的某一间国小出现二年的查埔囡仔确诊，学校表示，昨日早起接到卫生局通知，这个班级有23位学生停课14天。根据规定，学校出现2位师生确诊，全校才会停课。未少家长烦恼囡仔安全，提前传离开。学校是有做相当的准备了，那消毒工作都做得相当好了。可是我还是会有疑虑啊，就毕竟这种东西。不可控制的因素太多了。我们10点，我们接获通知之后，我们就陆续通知，因为卫生局后续还会通知这些家长。所以我们10点之后就请家长把学生带回去了。疫情严重，宜兰管护也宣布校园暂停对外开放，暂停举办毕业旅行。今天的那个八大行业的联合稽查，配合中央提升防疫警戒到二级。政府加强八大行业的防疫稽查，一旦业者无落实采取实名制、量体温、环境消毒，要求消费者全程挂嘴暗，相当会当下令暂停营业。如果是个人因为劝导而不听服相关的防疫措施，这个个人会依照这个相关的法令被裁罚。宜兰道东银河百家乐爆发本土群组，各新增3例确诊。馆长林祖苗表示，银河大楼已经全栋清空，大楼内部展开大消毒。目前有60多人伫厝隔离，针对中央公布确诊者卡了，包括三马全联等，继续全管大消毒。银河的这个大楼已经呢全栋的清空，然后呢60几人呢居家隔离。大楼内部呢进行大消毒。另外，外界关注龙湾节今次停办，林祖苗表示，六月七八前会对外公布。面对疫情摊销，传统市场受冲击，团团做好防疫措施。邱亚光，北起滴滴路，唔忙疫情关键动好。记者综合报道。家人嘛出现一个这确诊的个案，啊，这个护理人要去这南国来挂香，
啊，这吉人市长林佑昌佫较正式讲，有两名消防人员用救护车载这个较轻者，啊，即马有哪可能列做隔离的对象？其他当然是正常出勤。啊，吉人市政府有哪宣布讲，亲像流动夜车啊，这拢暂停营业一个月。桂林火车站一早起，环保局人员就开始做消毒。出入口大厅卖票的所在，甲座位的所在，每一个所在拢爱消毒，因为桂林出现一个确诊个案，感染源不明。虽然是预防性消毒，民众也是担心。那怎么办？戴口罩啊！配合佩戴口罩。放上叫大家挂好嘴安，一个桂林市会人员伫咧夜车内面夜班提醒。在人较侪桂林庙口夜市啊，也提前备战，加强防疫，做好挂水安，当然也提做透明隔板，甲人客隔开。我们就是多洗手，然后各摊位都有控管一下，大家口罩都有戴这样。然后再來就是还有隔板的部分。之前这个隔板就是之前一开始是有做，就是疫情开始趋缓，然后就不需要再做这个隔板。然后现在又疫情又开始又重来之后，然后这个隔板又再拿出来用。疫情一直扩大，桂林市府十二日开疫情应变会议。桂林市长林佑昌强调，庙口夜市啊未实施实名制，严格采取人流的管制，防疫提升到相关的等级。宣布全市大消毒，社区大厦等进行疫停课一个月，街头表演的授课暂停一个月，学校也暂停开放一个月，流动夜市也爱停业一个月。因那八大场所是继续开展宣导，疫情能够扩大，也有可能会停止营业。我们基隆市消防局分队的这个同仁除了有两位同仁因为在送病患有这个接受框列跟隔离之外，其余分队的同仁都是正常勤休。另外，就以确诊个案北基过南部参加进行团，也传讲伊身体不爽快，是坐救护车送病院，结果车顶两位消防员拢无穿防护衫，造成全队拢隔离。林佑昌澄清讲，有两位消防员因为有载着确诊者列做隔离对象，其他的同仁是正常上班。记者综合报道。基隆这确诊的个案在这五月初一摆这啊队团坐游览车去南部来观休。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讲，这个确诊者还搁伫一间宫庙的香客大楼过暝，嘛已经请压着名单来做协调，来进行环境消毒。高雄这间宫庙在第下昼开始进行环境消毒，七度啊，伊啊因为因接到通知，在第新增本土确诊案例，一日一七例，带伫家人的旅团上，这个月初一要参加进香团，坐游览车到高雄进香，停留伫高雄时间大约12点钟，当清日进行游调。晚上大概5点半到，那早上应该是一大早就离开高雄，所以大概是12个小时的时间，所以他的这个足迹我们现在也都在框列哈，然后也在跟庙方进行访谈。啊，叫阮得要紧来处理，来清洁。庙方表示，确诊者迄暗伫庙内食平安豆，多数是伫另外一个宫庙的香客大楼，除了进行全面消毒，甲其他人接触时间有挂嘴暗，带看房的是三人，持续调查隔离中。疫情进伫社区感染高雄也提悬交通防疫规矩，公车、电动车出车前拢爱消毒，换手座椅全程挂嘴安。这次有一个新的措施，就是有在我们12家隔离医院上车的一个乘客，那我们会要求我们的所属的驾驶对于乘客要做手部的清洁。另外，国际公司也加强消毒车厢内的换手花朵，加旅客较会摸到的所在，各车厢提供酒精消毒。这里去也加强旅客挂嘴暗检查频率，每两点钟都有警员就请检查宽度。那么依规定挂嘴暗，依传染病防治法，相关会当罚5000元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国内一切新冠肺炎的疫情，今仔是国内增加16例本土病例，加一个当地调查。啊，这宜兰罗东的这游乐场是来增加3例，啊，这新北市这赛会会长是迄个群组是来增加10例。另外，伫这台北市网咖甲家人总共有发现3例，这不明感染源的病例。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又经报告的新增加16例本土病例，还有一例调查中的病例，拢是本国籍。其中宜兰罗东游乐场互相相会增加3人，是案例121630多岁女性，是君和毕加路游乐场的员工。而案例1231无满10岁十波囡仔，是案例1211的接触者。
另外案例一二三 B 六十外岁女性是案例一二一空接触者，三个人最近拢无出国，也无疑似症状，经过卫生单位采检了才确诊。总计即个互相相会已经有八个人确诊。有一位是小学的哈，是一个小学的学生，那同班的哈，同班的都已经列入居家隔离。指挥中心也公布，游乐场确诊者的卡列，包含五月七六到七十期间，除了云和毕加路游乐场，也去过三妈臭臭锅、罗东中山店、老将自助餐、九千代海鲜百货餐厅、全联的宜兰门市等。另外一个互相小的事件是某三亚会前会长案例一二零三，经过卫生单位列出接触者，并且进行采检，发现伊小狗的卡列真快，伊个为何一个出来带人甲狗的朋友，总计这个互相小会已经有十一人确诊。一二零三的本身，然后加上他太太一二一八，再加上九位哈狮子会的朋友，总共这个群聚到目前是有十一位。另外案例一二一七是在贵人摆档的五十外岁妇人，最近无出国，五月七日开始陆续出现发烧、少见症状，到同一间诊所看五摆，因为症状持续而且喘气困难，后来到病院就医通报采检才确诊，感染完也调查。第案例一二二空是六十外岁女性，最近无出国，在台北市万家三水街宏达第二馆工作，五月七日出现人身发烧这症状，北去诊所看医生，后来因为症状持续，再去病院就医，经过诊断有肺炎，通报采检了才确诊，感染完也调查。第案例一二二一是五十外岁女性，最近无出国，在台北市万家的西横路芳香清茶馆工作，五月七日出现脑浆、少见症状，到病院采检了确诊，感染完也等待调查。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都是会有亲密接触，那有可能在这个个人的防护口罩上面没有办法戴好戴满的一个情况，那请检证的单位那地方政府就要积极的去看。好，那如果没有，好，没有把这些相关的个人防护做到位的话，好，那就要开罚。另外一个调查中确定的病例是案例一二二二，三十多岁女性，是华航的空服员。五月七五八个案例一一八七，斗阵直群到越南。五月七九有脑痛，无去看医生。后来因为案例一一八七确诊，病例未采检才确诊，感染完也等待调查。我们把整体的案件都弄清楚会比较好。那另外，他的接触的传染接触的时间应该是他在飞航哈五月五号的飞航，所以相关的机组员也都在框列之中。但是，中强调，即摆疫情真严重，相关的风险较悬的场所，会强烈要求爱落实防疫。那是无多做到，会要求停业。那是即波病毒无多防堵，防疫的境界提升到第三级。因为即阵只有宜兰甲新北两层互相小话，所以讲暂时未升级到第三级的境界。记者综合报道。这个刚疫情情况，那和平中注疫苗的意愿有增加，特别是开放六十五岁以上民众会当注了后，人是更加侪咯，也够便宜，体验的时段啊，特别设置注射专区。到你十八岁了，叫着号码准备要来注疫苗，第一步先来了解身体状况，还是无问题，都要来进入到注射区准备注射。那打针的地方可能会红肿啊，不用太紧张，三天后就会退掉了。疫情又进步，每一个病院想要来注疫苗的人，会当恭喜满满满。像恭喜新北市板桥阿当病院特别设置的六十五岁以上的注射专区，伫拜三一透早八点外，都已经有百外人来接排队。病院表示，五月十号开始来开放六十五岁以上的民众来注 COVID-19 疫苗了后，这预约的人数是一直在增加，每一档拢是满的。尤其最近疫情来升温了后，想要来注疫苗的人更加是增加。因为疫情很不是很乐观的，所以要先来打才有保护啊。就想说疫情这么严重，赶快来打才有保护力这样子。无干那北部、南部的高雄一透早嘛，就真侪民众到病院排队要来做疫苗。医生嘛特别对着这民众来做卫生教育，并且确认因的身体状况。那打完在这边休息大概三十分钟，如果没有问题，再回家。回家就多喝水、多休息一样。因为疫情变化，全台湾病院开始出现排队注疫苗的状况。根据卫福部统计资料，到五月十一号为止，总共超过十万一千人已经来注疫苗。以即马国内所有的三十一万剂来讲，差不多是三分之一。未来讲，法度稳定处理搁啊侪数量，啊，搁有搁啊侪种的疫苗，也是国内防疫的重要关键。记者张志雄、陈信良综合报道。
新北市的本土确诊的病例，今仔日昆头是增加十个，这是从后壁出入这新庄罗州餐厅确诊者的的太太甲朋友。新北市长侯友宜是来宣布讲，啊，即马开始来升关这 KTV 这八大特殊娱乐场所，啊，新北市的图书馆、运动中心有哪暂停开放？新增一间金华亭餐厅，后搭防疫暂停营业。餐厅内面乌麻麻，这两天业者甲内面外口规拢消毒过一遍，因为才有确诊者来过。伊讲甲确诊者接触过服务的两位员工，昨日也接受采检。昨日新北市一遍就增加十例确诊，就是来自新北西会群组案一日传十个，又按一日扩散传予伊的牵手甲其他九个朋友，年纪拢伫咧五十几岁到七十岁之间。按一日扩散前西会会长顶礼拜北去新庄甲罗州两间餐厅。同桌的同事，我也问他，他有没有异状？他们都讲说他来没有异状，声音讲话又超大了，又没有什么不舒服的现象，所以他们就跟他一起进餐这样子。就两个服务而已啊，两个采检啊，都通过了，都采检阴性的。那目前的外观啊，状况看起来都 OK 啊，现在就隔离啊。另外一间在罗州的大风车餐厅已经消毒好势，准备要营业。员工的采检也拢正常，严格人客拢唔敢来，一直到六月的订单拢取消。防止疫情进入社区，新北市长侯友宜第十日宣布扩大社区的清洁甲消毒。那包括现在的三重、芦洲这几个重点地区，就是我们全面消毒。像八大的特殊娱乐场所，包括网咖、电子游戏场业。很难去落实管理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暂停营业。为了防止疫情进入社区传播，新北市长侯友宜下昼宣布，八大类的娱乐场所，包括特殊娱乐行业、KTV、酒吧等娱乐场馆，自即马开始封闭，服务业者缓冲期到十二晚。自十三开始，新北的八大类娱乐场所全部拢关闭。新北市公益的场馆、图书馆、运动中心也拢全部暂停。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行政院长苏贞昌今仔去台南市查这专台湾的当地甲防疫状况，伊强调讲疫情确实有变化，啊，不过也未准备搁要清关哦，搁较悬的防疫改善。而且主办单位有哪强调讲，这选手甲工作人员拢专属的 QR code， 啊，进场的人数有哪控管。球员伫球场真拍拼伫练习，一离开这个球场，拢戴着嘴安，并且喷酒精来防护。台南成功大学主办今年的全国大专校园运动会，比赛对十四到十八，拄着十日出现十六例本土的新冠肺炎。行政院长苏贞昌视察场所甲防疫的做法时，也向民众来信心喊话。还有一些状况，我们更要小心，但并没有要升级，而是把昨天指挥中心所要求的防疫 SOP， 大家一定要到位。政府强调，无要升管防疫的等级，而是希望民众斗阵来努力，让台湾走掉乱世中的这个福地。全台湾也全面管控人数，并且提供选手、工作人员个人专属的扫描密码。即便扫出红灯，也是黄灯，代表去过确诊的人经过卡列，相关的主办单位就会拒绝可以入场。管制人数在40个人上下。那因为我们有选手场地练习的时间，所以我们会将一个小时里面又分为上下半场，所以就是各半个小时40名这样子。如果真的有疫情，那还是得取消的。还是会希望能继续办，行不行？还是希望可以继续办。选手大部分无希望取消这个比赛，不过若是防疫升级到第三级，规定室内只有使5个人，包括10个人以下，比赛恐惊真正爱取消。也不过主办单位强调，会看疫情的变化，随时来调整。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即卖疫情境界是第二级，而且国家两厅院有哪在协调讲，因一挂相关的活动演出爱延期或者是取消，可能会影响到节目有86场。啊，中华职棒今天有哪宣布讲，为今天开始到6月初八比赛无开放观众入场。
即日起到六月初八，民众进出两厅院，采单一入口即开放戏剧院一号门，加音乐厅的二号门。国内疫情境界进入第二级，两厅院表示已经协调室内超过100人，室外超过500人的演出活动延期也是取消，有计影响节目达到64栋86场，影响人数约5万人。有一些档期要保留，然后让这些团队如果要移动或者是要延后的部分，我们要协助他完成。文化部要求日本酒馆和活动提升防疫措施，室外500人以下、室内100人以下，哪会当采固定座位，或是每回做十人制，全程挂嘴暗顶，会当提报防疫计划。保障地方主管机构核准了后实施。两厅院表示，若讲这是第三级警戒，规定停止室内5人以上、室外10人以上的聚会，有可能直接停馆。当然，如果以我们这样子的表演形态，它极有可能会有停馆的可能性。日本节目取消，民众会当办理专家退票。针对表演团队票房损失部分，文化部后续将另定办法提供适度的补偿。另外一方面，中华职棒也宣布自十日起到六月初八，比赛将改采无开放观众入场的闭门比赛，以确保球迷安全。民众会当办理退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这个台北东区的百货公司收购复兴馆，来传出讲有哪有较真正歹去遐踅街过，下晡4:30是先提早收店进行专馆的消毒。啊，收购因是发布这新闻稿表示讲，有接到台北市卫生局通知，可能有外地人有去过复兴店，就先主动要求爱来消毒，有哪来要求这个复兴店全体百货公司的专柜人员爱做主的这健康。敢唔切有哪来启动防疫措施？包括这段时间入场的人数有来做中流管制，必须加加些主题餐厅启动单一的出入口，有哪进行实验者，有哪来设置安全隔板，汽车活动全部拢来取消，有哪设置外送平台的提备库。来看，又阁有这诈骗的出头，这是桃园有这派出所的警察接到这管区内底银行的接管通报，讲那亲像有事件的这小伙，那要让人来领钱，有那随赶到现场，现场就来抓到一名车手。这个人有打去报165，说他被诈骗。桃园一间银行11下头有一个查甫人，要领警示扣在内面的钱，行员赶紧通报辖区的警服派出所。顺着黄福环加环境张顺吉赶到现场问这个查甫人，要甲这个姓罗的车手带登去派出所调查。是谁会给你的？这个赖姓是谁？我们客户啊。什么客户？我先跟我们回去派出所了解好了。警方调查了发现，在屏东有一位受害者接到讲是因孙奶诈骗电话，就是有影就依照伊的指示汇20万到指定口座，尾仔朋友甲提醒才发现代志无啥着。一到3点向屏东关警局内部分局报案，一到3:25，同警察就接到通报，讲有人要领警示扣在内面的钱。本所接获金融机构通报，有警示账户欲提领，现场员警了解过后逮捕，并移请侦办。警方讲，警民连线阻止诈骗成功，车手当场被抓到，案件移送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有一个小姐因为皮包放弃，准啊向这曾经派出所报案，想袂到讲派出所内底警察啦，准啊提这个小姐讲看伊是几岁，大家来查度，也阁甲整个过程拢录影，团起有40名警察的私人群组，对这代志分局长是出面回击的，嘛总共有8人互人逮捕。我们猜这个报案人的年龄。在警官警察的派出所边，还佫一个少年女子，全部的人摕伊的年纪来约，还佫有员警摕出一个警用小电脑，予女子来操作，爱家己宣布答案，规个过程拢用手机录起来，最后佫传去你一个毋是公务的群组，内底有40名所来的同仁。你同意吧？你同不同意啦？可以吧？事件发生在顶个月27号，东港有当地认为无妥当，甲督察组反映。29号调查报告出来，分局认为警用小电脑和报案人用是违反着规定，现场状况嘛损害着警察的形象，加关键记过之外，违规的关键嘛记新改，政府所长嘛连坐。啊，对警誉是非常严重的影响。那 M Police 哦，就是请这个民众自行输入身份证号码，那确定他的年纪啊，
这个也相当的违反规定。观感不好啦，这样可以吗？观感上面的问题，就是也会让人家不太舒服啦。市警察局表示，这个行为伤害到警方的形象，因此处罚比原以为更加重。不过，被处罚的民警也当讲出家己的心声了后，才来确定。记者王刘婷、陈显坤共报道。来看明仔天气。在北部地区拢好天，温度是25度到36度。在中部地区，有哪是好天，温度是25度到35度。在南部地区，温度是25度到36度。南部地区，哪是好天，温度是25度到31度。外岛的朋友，金门马祖是23度到31度。来看的是阳光的气象。在台湾的海面有落雨，相对状况是北极。在台湾海峡到巴士海峡相对状况是六级到八级。以上是今天的安全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新闻最后来看精彩球赛，咱再会。